从头至尾就是充满艺术性。过来之前，我们还有在讨论说可能会要怎么样跟阿爸妈互动或。其实就亲像大家咧舞蹈同款，伊是一种艺术的表演的形式。其实嘛，伊啊，其实我甲你甲咱有200公分来看哦。啊，较特别的就是讲，伊是尼菲亚伊包的查某囝，这个。啊，今仔日呢，就是咱伫台北安尼，我着带这四位啊。来，互大家熟悉讲，到底变装服又是啥货，啊，啥物是变装文化？迄道讲变蔷薇，为蔷薇，啊，未变装的时阵，土帅，英国的，英国，英国，你讲的是哪样？哦，不是有样，不是有样，哎呀，被老板你们家控，这是我不敢讲话，很害羞，害羞。啊，这边已经开始要画画了，头发画好了吗？来，等着啦。那你水那个素。怎么那么会画？哪一个是你吗？粉丝，粉丝。十的意思叫做十万这一张。就闲的呢，这个好像哦。哎，这幅画基本上呢是我打的草稿，但是这是阿公自己用的颜色，漂亮呢。这如果阿妈谢谢。Thank you.
觉得他们表演非常的好，很辛苦。我们很感谢你们的团队，也感谢我们的干事姚，尤其是姚老师，从头至尾就是充满艺术性，可以看变装皇后本身的艺术性。哎、谢谢你们团队哈，整个团队都谢谢，对，谢谢，谢谢，谢谢。那您就欢喜能打给来到宜兰，你确定？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在分组下去的话感觉什么？我先说我的好了，因为我刚好分到那组的，因为他们说有选好说他们想换哪一个，然后刚好那组阿公阿嬤比较安静，他们是害羞的，那我就仿佛觉得我看到我老婆之后的样子。我那张后来不见了，被拿走，不知道被拿去哪，就是耶，然后就不见了，就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帮那组八个大概。大概八个人都是我换草稿，你是都有加几笔这样子？加几笔，因为我后来有走过去看兰达的那一桌的那个阿公阿嬷们画的，他几乎都是有腰臀比，我就希望只有曲线。我就画少一点，我应该散的，然后每一个都是。跟直接画一个大圆，大圆。过来之前，我们还有在讨论说可能会要怎么样跟阿爸阿妈互动，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就是他们就是无条件接受我们，一切对，完全的支持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就会想到说，我们以前是不是都会很害怕说，天啊，如果某一个场里面有长辈，会不会大家都看不懂？结果没有，可是他们是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完全是照着我们的音乐的那个对 flow 在走，他们还会唱，对，他们跟着唱。对，我刚刚夜来香，他们每个人都大唱特唱，他们还在兴奋到唱到我都听不到音乐，唱那么大声，他们非常投入，跟我觉得他们是开放心，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表演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真的觉得艺术真的是没有在分年纪，真的没有在分年纪，让大家投入，然后有一个抒发或者有个感受，我觉得是重点是跟画画一样啊，对。真的，好啦，我们是弯岛皇后 ，We are wonderful。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以及要帮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还要开启小铃铛。没错，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大家好，我是心理上的画画课阿公阿嬷的艺术课老师。那这次很开心可以跟弯岛皇后合作。那这次的合作呢，其实是一趟很奇幻的旅程，因为一开始其实是从教阿公阿嬷透过绘画的方式去认识妮菲亚，然后变装艺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非常喜欢看皇后们的表演，然后每次都在演出中得到很多力量。那我很希望透过课程的方式呢，去促进不同的世代之间的理解，所以才会带给阿公阿嬷这样的课程。我们的 那天的现场是非常的有爱，然后阿公阿嬷都很开心，都会一直很想要去靠近他们，然后有的阿嬷甚至是搂着他们说：“你跟我的阿孙好像。”然后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哇，如果世界长这样真的太好了。那下午的表演呢也非常的顺利，我也看到了很多阿公阿嬷还有来参与的人，他们完全不同以往的一面。虽然他们只是纯粹的欣赏，但他们也加入其中一起跳舞，然后很多阿公阿嬷脸上的表情都是我从来没看过的，他们很像被解放了，就是他们从他们年迈的身体中，或是不同的性别的气质中，就是他们就这样子解放。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的模样，让大家透过友善的方式互相理解，我觉得非常的棒。我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社区的理事长啊、总干事啊、志工们，大家都是非常大力的支持的。他们很喜欢，他们也很欢迎，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进到社区里面来跟阿公阿嬷互动，因为长辈们其实很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自己对世界更宽容，因为那些其实是他们原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害怕或是不理解而产生的误解。8月17号其实我会带着阿嬷一起去看弯岛皇后的演出，如果大家到时候有看到阿嬷，也欢迎找阿嬷拍照，阿嬷很想要认识大家。好，就这样，拜拜。真的真的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德阳社区跟阿公阿嬷一起画图，一起感受艺术的释放。甚至在最后我们也分享了我们的表演艺术给阿公阿嬷们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因为过去的人生经验让我以为我不可能表演给自己的阿公阿嬷看，而这次的这个机会就像是让我也表演给自己的阿公阿嬷看一样。过去的限制不再是限制，艺术的交流终于突破了过去观念与世代的限制。
谢谢阿公阿嬷，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爱与热情，祝福你们身体健康，永远都保持对艺术的热情，每一天都开心快乐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